臭钱，走。那是我的钱。好，我走。去你的，流氓！我要走。许大哥，啊，你看到一个白衣女子吗？她没看到。爱情不是一种普通的玩意儿，一点也不稀奇。男人不过是一件消遣的东西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就一回。千年之前，一条白蛇险遭杀身之祸，幸而被一位小牧童所救。千年之后，白蛇修炼成人，决定以爱偿还救命恩情。青儿，你看，徐公子摘草药的样子，好帅啊！姐姐，啊，要不你还是佩服眼镜，当个眼镜蛇吧。讨厌。姐姐，快去跟他说。嗯，我没准备好。快去说说说说。青儿不行啊。可以的。好，快去。你别老怼咕我行吗？怼我七寸了。我不怼。那我去。啊，走了。姐姐姐姐姐姐，妹妹妹妹妹妹，和许仙表明心意就这么难吗？哎，害羞，哎，着急。停，收。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要在人间摆尾弄姿，一看就是修炼不够，回去修炼去。不回。许仙都轮回九世了，这一世好不容易是个人了，那下一世谁知道是个什么东西？你就别犹豫了。我这不是犹豫，这是爱情的拉扯。你根本就不懂。我怎么不懂？2000年前，我被人当成蛇皮裤腰带拉扯过，差点要了我的命。咱们说的不是一个扯，那你就别扯了。姐姐，快去跟他告白吧。我是要跟他告白的呀。啊。但是他现在离我太远了，已经到湖的对岸了，啊，所以改日吧。这有何难？来，哎哎，我怎么回来了？我不都到湖对岸了吗？许大哥，哎，姑娘，你怎么知道我姓许啊？你别管，我姐姐跟你有话说。好，姐姐，嗯。人呢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姐姐比较羞涩，我去找找她。姐姐，姐姐，许大哥，啊，你看到一个白衣女子吗？她没看到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走。哎呀，你去哪儿了？青儿。你也太着急了，你也太磨叽了。感情这个东西，他得慢慢来，他不能着急。你想啊，我们两个来，他刚认识。我怎么又回来？多慢？不是这个慢，你快先让他走。哎，走。快也不行，慢也不行，你到底要怎么样嘛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。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喜欢他吧。哇，他说他不喜欢他，他说他。谁信啊？你摸摸你的心，热辣辣的，热不是很正常吗？可我们是冷血动物啊。蛇，爬行类冷血动物，著名神话《葫芦娃》中最大的反派。是不是扯太远了？扯太远了。好吧，好吧，我承认，我很喜欢他。那你一会儿见他就这么说。
你别！我走了。来，唰一下就过来了，为什么呀？姑娘们，我不知道说什么，快去说。许公子，啊，走。我真想走啊。走，回来。走。我这手怎么开花了呢？还，走。我这腿怎么还不听使唤了呢？姑娘，你听我说啊，我不是个轻浮的人，我正儿八经中医啊。我怎么在他面前法术都不灵了？你快先让他走吧。哎呀，谁能想到，一个修炼千年的大白蛇，在一个中医面前折了。哎呀，青儿，你就别笑话我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一见到他，我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。那我帮你说呀，你来。哎呀，又来了，姑娘。许大哥，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我姐姐闭嘴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几个字儿啊？四个。第一个，他什么什么？哎呀，过、哎，他心脏。有问题要找我，那没毛病。我专治疑难杂症，我老中医。不是，咱俩换位置，来换位置。什么题呀？哎呀，姑娘们，不好意思，我玩进去了。哎呦，这也太可爱了。啊，姐。姐姐，你什么眼光啊？他本来相貌就平平，这一筷子还不太灵。你见了他之后，你那法术也不灵。你们俩多好呀，我们俩在一起就是不灵不灵的。你不灵不灵，你也得先告白呀。哦，对呀，但是告白它是需要氛围的吧？什么氛围？湖边小曲儿、细雨儿，什么都没有，告白不了。我有，你又有了。来。哎呀。这个雨怎么老跟着我呀？光临我呀！你这，哎呦，青儿，你看你，他身子弱，着凉了怎么办呢？公子，你撑上伞。哎呦，使不得。哎呀，你就撑上吧。哎呀，咱敢与姑娘同撑一把伞呀！哎，你就别跟我。姐姐，氛围这么好，你快说实话，说实话呀！啊，实话了。姑娘，不好意思啊，我，哎，姑娘，哇，不是那个姑娘，你不要误会啊，你姐姐的实话我是听不着了，你这实话的姐姐我就给你撂这儿了啊，我什么都没碰啊，告辞。哎，羞。哎呀，姐姐，你就是太紧张了，太紧张了，你要放轻松。好，哇。青儿，你说，要不然就再等等吧。别等了，一等又是一千年。我们女人有几个一千年呀？你看你，眼角的蛇皮都皱了。那完了，青儿，你看啊，他二十来岁，我1800多岁，姐弟恋这个他一定会介意的。这不一样，你大三抱金砖，那许仙找了你。他算是发了呀。那你刚刚说我眼角蛇皮皱了呀？那不一样啊，姑娘们，这个药应该能治石化。好了呀，好了就好。没好透啊！我帮你。你怎么帮我？上身。哎，许大哥，许大哥，听我说。姑娘们，我再去找点治甲亢的药啊。别走。啊。许大哥，我喜欢。来，蚊子，出去。姑娘，哎，你是怕蚊子吗？我死了。哇！哎，他给我比了个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他给你打了个叉。啊？那他是不是以后再也不想看到我了？
不是，姐姐，我不是故意的呀。青儿，你怎么能上我的身呢？我是为了你好啊。有你这么为我好的吗？哎，你们不要吵了。我们姐妹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走。哎，算了，是我自己没用，把握不住这段缘分。那你不打算告白了？其实能这样远远的看着他也是挺好的。我们走。走？不行，我一定要帮姐姐告白，上许仙的身。来，白姑娘。你许公子。姑娘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和我说？是，我其实想说，我想说，我哎，姐，青儿，刚刚许仙过来找我了。是吗？那你们聊什么了？他笑得我心里发毛。那人类在喜欢的人面前就是会表现得很奇怪。真的吗？嗯。可是我还有一点点担心。别担心了。我不担心了。来了。好。姑娘，年龄这一筷子我想得很开。我就喜欢岁数大的。我说完了，该你说了，姐姐。青儿。不介意我的年纪，他刚刚还叫我姐姐。那你跟他告白了吗？我太激动忘了。忘了？不行，这回必须得告白，必须得说了。好，好。哦，哎，哎，许公子，我真的有话对你说。其实我，青儿，啊，你先走。啊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其实这些话我想了很久了。我青儿，啊，走啊，我们两个。徐公子，虽然我们认识不久，但是你在我心里已经很久了，比我想象的还要久。这些话我想了很久。其实我喜欢我。陈碧清。哦，你给我出来。哦，姐姐，啊，你卡住我了。你走。姐姐，平时玩就算了，今天敢玩到我的头上了是吧？没有，回去反省去。姐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姐姐，你听我说呀。其实我是喜欢许仙，但是喜欢就一定要告白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他拒绝我了，他不喜欢我怎么办？我喜欢你啊。没完了是吧，青儿？姐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真的喜欢你。从第一眼开始，每次跳到这儿，我都很开心。兄，你们两个真是，哦，渴死我了。哎呀，姑娘，哎呀，哦，谢谢啊。青儿，哎呀，这，哎呀，姑娘，花开富贵。放光彩。
放心，我已经到达指定地点，我一定会扮演好舞女的角色，让大帅的夫人赏识我。只要我能够接近他，我定会拿到情报。明白，保证在舞台上大放光彩。夫人，我今天迷死你。你好。哇，你好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这个舞厅的演员小婉。你好。我是管乐、啊、今晚的演出是我来演，他们跟你说了吧？说了说了、啊、说来了一位特别优秀的演员、啊、没有没有，然后就让我休息啦。我收拾收拾东西我就走了啊。好，你来、啊、好好。哎，我怎么都不能演啦？对，死活不能演。是，高低都不能演啦。明白明白，那你好好演吧。好，别辜负了他。谁呀、啊、我的舞台。好好对待他、啊、好好好。哦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放心。再见再见再见、啊、再见。哎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！保证完成任务。怎么看你有点眼熟，小婉，你不是走了吗？我回来，我回来给你伴舞来了。开始了，伴舞。给我撞了！夜上海，夜上海，你是个不夜城，花更轻，车声响，歌舞升平。紧了，小婉女士、哎，谁让你上台的？嗯，有人召唤我。谁？我的舞台。舞台。你跟他说话，他能理你？不不不，这是一种比喻，就是那种心灵上的连结，你能懂吗？明白明白。啊，那你闭上眼睛，听听他跟你说了什么。走。他说的舞台。明白。嗯，我得走。对，你得在这儿。哎，对了，你放心，我就在这儿演一天。你不用安慰我了，来替换的演员都是这么说的。你一天呀他一天，我失业就在一瞬间。你再演下去，我失业也在一瞬间。好了，收好了、嗯、快走吧。啊、哦、嗯，谢谢、啊、没事儿。那那个啊、再见再 见, 再见，快走。再 见, 再见。还有两个节目，完全来得及，完成任务，大放光彩。哎呦。
再演了，再演下去会出事儿的。我不演才会出事儿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表演欲望已经顶到这儿了。我不演，我啪我就爆炸了。我才要爆炸了。其实我是。我是有特别工作的人。出游了你都。你听不懂我说什么没有？你说你是特工。嘘。我也特工，你也特工，我特别能鞠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演得挺像的。站住，略，站住，略，略是什么意思？略略略，谁都没有办法阻止我上舞台，我的呀，是你逼我的，麻醉五分钟，睡会儿吧，小婉女士。小婉女士，夜上海，夜上海，你是个不夜城，我的我什么什么想，我就知道剂量不够，还有最后一个节目，我的光彩被封。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双人表演，大帅夫人邀请二位演员去补上一句。成了，小文女士，还真是特别能鞠躬。不好意思啊，给您打了麻醉。
放心，没有任何副作用。对了，不要担心你的舞台，你在哪儿都会大放光彩。押上韵了。If you can make your mind up, get started. 有机会看演出。遇人不熟。天空有一只飞翔的海鸥，海上有一群自由的水手，心中都以为自己是罗密欧，身上落着朗姆酒。突然一道闪电，海神在我面前降临，拔出手中的宝剑，它是我的战利品。听我的水手们，等人质家属交了赎金，我带你们去多拉布列点好好快活快活。大副敬我们的船长，喝。二副敬我们的船长，喝。人质敬你们的船长。哎，喝不动了，肚子有点不舒服。大副、二副，人质就交给你们两个了。船长放心，出什么事儿我来扛。两位人质，船马上就要开了，如果船开之前我还见不到钱，你们知道会发生什么。这歌也唱了，舞也陪你们跳了，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们，赎金马上就到。而且我从小就是个海盗民，你们的规矩我懂，走了之后绝对不能出卖你们，因为我们也没看见你们的脸，是吧？我这不就看见了吗？就你们现在这个处境还在这讲条件，我告诉你，就算赎金到了，能不能走也要看我们船长的心情。卑鄙无耻，出尔反尔。哎呀，好丑啊。我看你的舌头是不想要。老婆别睁眼，不能让他们看见你的脸。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小婉婉约修啊寡约捧你了吧，没事。亲爱的，什么情况啊？二副，什么情况啊？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老公左凌峰，凌峰，这是我最好的闺蜜管月。Hello，凌峰。Hello。这闺蜜啊。对。那既然都熟人，是不是能给我们放了呀？行，你等一下啊。哎，咱们俩多久没见了？多久？4年9个月03天。你记得可真清楚啊。对，你老婆记得可真清楚啊。哎，老婆，你等一下啊。哎，你最近在做什么呀？海盗啊。这不把你俩给绑了吗？对，敲我的脑子。你呢？你怎么来这儿了？你把我俩绑来的呀。你瞧我这脑子。你看咱这脑子，既然都是熟人，先给我们解开吧。等一下，凌峰，钱不到你走不了。不能，这我老婆闺蜜。你确实走不了啊。你不知道你有多值钱，这么一大笔钱你有吗？用不用我给你添点儿？这也行啊。你又这样。我又哪样？你以前就这样，你瞧不起谁呀？我自己能行。你行什么行？你就别跟我犟了。就是你别跟人犟。你怎么跟我闺蜜说话呢？我这不顺着你说话呢吗？我的闺蜜只能我来说。管月，你可真好。行吧。兄弟，不懂了吧？女人心海底捞啊。哎，老婆啊，你这……哦，对了。你结婚了吗？我又聊起来了吗？这我连男朋友都没有。为什么呀？说来话长。啊？什么？
大夫，哎，钱到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你好舒服啊！坐累了，站会儿。干什么？两位，你们也听见了，船马上就要开了。我要是还见不到钱，我就把你撕！啊，没好痛。哎，船长，船长，老公，老公，你没事吧？你还记得我呀？你等一下啊！你们这年轻人，船马上就开了，我的赎金怎么还没送来呀？里边的海盗听着，我是人质家属，哥，我在这儿呢，哥，臭臭，哥给你送钱来了，你别叫我小名，哥，你还好吗？我还行，弟妹还好吗？她呀，她可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进来了啊，我先加个班，那我也先回归一下家庭，哟呵，挺懂规矩啊。自己戴着头套上来了。我和我弟从小就是海盗迷，所以我懂你们的规矩，我绝对不会看到你们的脸，这不就看见了吗？管乐，赵唯一，管乐，赵唯一，你俩认识？何止认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是这样的，有话说没话说。不是这样的，看来是没话说呀。怎么了，管乐？他谁呀？嘿，是咱哥呀。我知道，哥，你是谁呀？我是管乐男朋友。啊？前男友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哦，分手是你自己的事情，我还没有同意呢。我管你同不同意。我不管你同不同意，反正我都不会。咱说点正事儿吧，你把赎金给他，放我走。好，以前的事情不提了。管乐，这钱拿着。等会儿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分手费吗？这是我的赎金呢、啊，老婆。谁稀罕你钱？我稀罕。拿着你的臭钱走。那是我的钱。好，我走。管乐，你别后悔。你回来。你回来。这可是你让我回来的，我叫你回来没用呗。我这辈子再也不会走了。去你的，流氓！哎呀，好了。哎呀，烦死了！好甜呀！啊！我懂了吧，爱情大魔咒。你上一边去。管乐，这钱拿着。哎，是不是拿了钱了？是不是？放我走。等会儿，为什么等啊？一手交钱一手放人啊。小婉，这钱你拿着。干嘛？你结婚我都没随份子。那这不行不行啊，你这不行。哎呀，小婉你就拿着，这是我们两口子一点心意。是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码归一码，这是你辛苦赚的辛苦钱。哎呀，这是给你的份子钱。我不要，你拿着。我不要，你拿着。行了，老公，你敢非塞给我，拿到我这儿来了。老婆啊，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走？老公，你点醒我了，你不是从小就喜欢当海盗吗？我有一个想法，我们留在这儿。咱们都当海盗，咱们就不走了。好，这样我们以后每天都能在一起。对，你说呢？家里边你说了算。来，你给我翻译翻译，他们仨什么意思？谁 say stay here what what 的？你谁？谁能放我走啊？里面的海盗听好了，我是海军大将。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了。让你们不放我走，现在海军来了，你们一分钱都拿不到，滚。海军大将的名字我早就听说过，今天咱俩好好会会他。管乐，小心啊。嗯，兄弟你放心啊，我没事啊。谁问你了？快点。爸，爸啊，爸，嚯，儿媳妇，儿子，海盗，儿子，海盗。
林峰，我知道你从小是个海盗迷啊，但你跟海盗打成一片，你要气死爹啊！你看清楚一点，我这被绑着呢。好你们这个海盗啊，居然敢欺负到我儿子张唯一、我儿子左凌峰头上，我张佑维绝不答应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为什么姓左呀？我跟我妈姓，行吗？你们谁是谁弟弟？你上一边去。今天我替天行道，为民除。叔叔。嗨，爸，他就是管乐。叔叔好。我漂亮。哎呀，愣着干嘛呀？快坐呀！快坐。哎呀，管乐，别愣着，给爸倒水。你是说的？对对对。哎呦，这姑娘真懂事啊！做什么工作呀？海盗。哎呀，巧了，叔叔是海军，咱都是海字辈啊。爸，管乐也是我最好的姐妹呢。那凌峰，你跟你哥这又是兄弟又是连桥啊，好一个双喜临门呢、啊！还有没有个正常人了？爸，八字还没一撇呢。怎么没一撇？我不给你彩礼钱了吗？那不是借给老二当赎金了吗？哎，赎金，对你终于说回来了。钱呢？哎，在我这儿呢。小婉啊，你哥呢？现在他这么一个爸、嗯，这事儿你不用跟我说，不是一码归一码，这肯定是我哥的彩礼钱呀。小王懂事啊，彩礼钱，谢谢爸。管乐，爸给的。不要。哎，他还不要。爸给你就拿着，你就别客气了，拿了我家的钱，赶紧放我走。怎么跟你嫂说话呢？怎么跟我闺蜜说话？那是我赎金呢、啊，那是彩礼。凌峰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？你哥多大年纪了啊？再往后拖，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说轻孰重啊？孰轻孰重啊？管乐丫头，这钱你要不要的话，叔叔可就扔了啊！不要了，别别别，那我就收下了。谢谢爸。哎呀，这就改口了，这就完了。小婉，这钱你拿着。干嘛？这份子钱你必须得收着。你看，哎呀，爸，来来来，还你钱。哎，懂事啊，儿子。哎，彩礼钱，谢谢爸。管乐啊，爸给的。哎，这打上圈了，这还小婉，哎，份子钱，你看你爸，哎，还你钱，真懂事儿子，哎，彩礼钱，谢谢爸，管乐，哎，爸给的，我的赎金呐、啊，份子钱，我的赎金，还你钱，我的赎金，彩礼钱，我的赎金，爸给的，份子钱，彩礼。爸给的，赎金赎金，我的赎金，他就不能是赎金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不想让我走呗。对，明白。船长，你出来，你掉坑里了。我的赎金到了，放我走。哦，钱呢？钱呢？没有。大富，你看见了，我钱是不是送到了？没有。你们为啥不让我走？我自己找钱呢。钱给我。你等会儿，凌峰，等会儿。等什么呀？我等很久了。管乐，哎，不对，我现在该叫你嫂子了。哎，小婉能交到你这么个不着调的朋友，可太不容易了。你俩好去吧，你俩。冲冲，别叫我小明哥，咱俩都是海盗迷。哎，就你迷上个真海盗，我祝你百年好合，姐。哎，爸，别操那么多心了，歇会儿吧。你就，老婆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我跟你在一起，我真是我做过最好的决定。我感谢你们4年9个月0.3天对我的照顾，但是我不想再拖累你们了，求你们了，放我走吧。去甲肾上腺素1毫克，静推，来准备除颤，继续，300焦。谢谢你，严大夫，但我累了，我想走了。Fight. And you're not gone.
不走了，不走了，不想走了，行吗？不行，大哥，你钱都交了，我的家人还没有放弃我，我也不想放弃。你这样让我工作很难展开，你滚一边去！你必须走，抄家伙！欢迎光临赤壁厅就餐，祝您红红火火，鸿运当头。我是赤壁厅的专属服务员任森宝，请问您现在点餐吗？啊，我一会儿再点吧。那行，菜单给您搁这儿了，有事叫我。好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哎，大哥，你到哪儿了？我怎么跟你说的啊？我今天要约会，要浪漫，我让你给我订个西餐厅，你给我订一什么厅？什么赤壁厅，还至尊宝，这根本就不配套！哎呦，气死我了！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出现！主公莫慌。微臣驰骋情场多年，今日一战必助你大获全胜。兄弟，你穿的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自你对小婉姑娘一见钟情已经一年多了吧？你好好说话，你先把这衣服给我换下来。一年间你面对这段感情优柔寡断，两人关系毫无进展，是或不是？哎，所以我叫你来帮我嘛。那你说我一会儿该怎么办呀？我要不直接跟你表白吧？你喜欢他吗？你这不废话吗？那你确定他喜欢你吗？我不太确定。是呀，你都不确定，你表白万一被拒绝了，是不是连朋友都没得做了？不至于吧。孙子兵法有云，谋定而后动，先胜而后战。战什么战？我这谈恋爱又不是打仗。胡说八道，恋爱就是一场战争。兄弟，这受了多少情伤，都让人伤魔上了。人小婉马上就到了，你能不能先把这衣服给我换一下？干嘛？有人。不，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啊 ？Hello， 林峰。Hello， 小婉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刚被家去拉班，班去拉家，拉去加班去了。啊，没事没事，你要是上忙特别班的话，一会儿咱撤完了，你可以先吃。先坐吧，先坐吧。好。赤壁厅啊，哇！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小婉，你先坐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嘘，他快到了，他已经坐下了。啊，小婉，这是我好哥们张唯一。小婉姑娘，啊，你好。你别见怪啊，他这人平时穿衣服就是有点啊，古风是吧？我有一个朋友也很喜欢，帅的。好高的情商啊，我的好可爱啊，我不行了啊。哎，我现在该干嘛了？点菜啊，让他先点。好，小婉，嗯，你看一眼菜单，看看想吃点什么啊。啊，好好。这有何深意啊？主公，你吃不了辣，如果小婉姑娘点菜不辣又不贵，正说明她一心为你。哦，此乃投石问路之计。哦，我吃什么都行，你点吧。好一招反客为主，这招也不行啊，你这计啊。莫慌，让我来点。服务员，点菜。至尊宝为您服务。给我来。你干嘛去了？刚才隔壁厅一直在叫服务员，您是？我点菜啊。哦，您是客人是吧？不好意思，穿得跟我们家服务员似的。您吃点什么？鸳鸯锅套餐。哎，得嘞。就你叫至尊宝是吧？啊，我记住你了。哎，唯一跟我的一个朋友特别像，是吗？都挺有性格的，我都担心他嫁不出去。嗯，
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这个人吧情商比较低，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。情商怎么又变低了？我的好可爱啊，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。开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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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红红火火鸳鸯锅来了。哎哎哎，辣锅冲哪儿啊？啊，冲我吧，他吃不了辣。啊、哦！菜马上就来啊！兄弟，你品出什么来没有？他是不是喜欢我？主公切莫轻举妄动，在刚才短短几分钟之内，他分别使用了反客为主、无中生有、指桑骂槐，好一套连环计。喂，你在说什么？此女绝对不简单，背后必有高人指点呢。你想太多了，别一惊一乍的。既然来了，何不现身一见呢？我这哪儿还有别人呢？名叫我负天下人，树叫天下人负我。婉月，我朋友来了。你干什么呀？怎么穿成这样啊？不是说好了今天来当你的军师吗？那你这有点太吓人了吧你。主公啊，我们中埋伏了，好像瞒天过海。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你先把这衣服给我换了。我确定他喜欢你。你真的？我全都听见了。死样。那我去表白吧。不可不可。为什么呀？谁先说谁就输了。小婉姑娘，哎，这位是？哦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的好朋友管乐。啊，管乐是吧？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林峰，这是我哥们唯一，他俩穿的还挺搭。你咱们先坐，来，先坐吧，先坐吧。啊，咱们人齐了，先提一杯吧。你就是林峰是吗？啊，是。总听小婉提起你。啊，是吗？哎，你是不是喜欢小婉？嗯、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他问到我脸上来了，我该怎么回答？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想说出来了。不行，谁先说，谁就输了。那我韬光养晦，卧薪尝胆。我怎么吞吞吐吐的？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嘛。林峰喜不喜欢小婉不重要，反正小婉也不喜欢林峰吧。经理经理经理，他扎到我心里来了。我想说我想说我要说出来呀。不能说不能说，谁先说谁就输了。那我按兵不动，以退为进。支支吾吾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嘛。开个玩笑，何必认真呢？坐。我去切切菜。坐。还是催一下吧。坐。干嘛催呀、啊？已经很坏了。我又不是真的会法术，真的是。喂，你干嘛？哎呀，林峰，你这料里边怎么有辣椒啊？嗯，哦，你吃我这个吧，我这不辣。哦，谢谢。小婉是知道林峰不吃辣的啊。对。你怎么那么关心他呀？因为我喜。喜什么？小婉，你糊涂了！我当年就是犯了这样的错，我们女孩就不能太主动啊。那怎么办？喜字我都已经说出来了，看我的！喜什么？喜喜喜不得绿在我卡里，他们这些很俗，他们这些很俗。哦，我踢一杯啊！兄弟，刚刚那一趴是什么东西啊？好一招莫名其妙，事情变得有趣了。来，小婉吃个虾。哎，他不能吃虾，他海鲜过敏。你怎么知道他海鲜过敏啊？因为我洗。洗什么？主公大意啊，我就是你的前车之鉴，谁先说绝对没有
好下场啊。那怎么办？喜字我都已经说出来了。莫慌，看我斗转星移。喜什么？喜喜不能喜喜。错的错的错的。喜不得的这我看的。当别人。你的那个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呢？想学啊？啊，加个微信，回头教你。来啊来啊来啊！哎呀，这空调开这么冷，你还扇扇子啊？啊，我需要随时保持冷静。哎，小婉，你冷不冷？你披我外套吧。哦，你呢？我不冷，你没事，你披上吧。谢谢啊。哎呦，哎呦，手手，哎呀呀呀！怎么了？你干嘛给他披外套啊？我怕他感冒啊。感冒就感冒呗。感冒难受啊。难受怎么了？反正你又不喜欢他。我没说我不喜欢他呀。那你就是喜欢他。就够！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我要怎么回答？我默认了，我竟然中了他的美人计！难怪他要加我的微信呢。那我帮你把他删了。不可，我想留着。主公，今日你我兄弟二人共病丧于此，今生于何生量啊？罢了，罢了。我说，我全都说。艾伦，我还有锦囊妙计，待我釜底抽薪。张小婉，哎，我在。听闻。你曾经有一段7年的恋情，最后无疾而终。今日对我主林峰扭扭捏捏，你是不是忘不了那个男人？一派胡言！啥时候的事儿，你都没跟我说过。那时候咱俩还不认识。没事，我不在乎。扶不起的阿斗啊！既然背景调查，哼，谁没有啊？左林峰。弄的。好嘞。传闻你上次分手之后至今单身，今天对小婉支支吾吾，是不是忘不了上一段感情？我是。哎，我不是。不是你就跟他说。我说什么呀？说你喜欢他。说你喜欢他。你先说。你别勾了我。谁勾了谁呢？咱俩这。行了。别闹了吧。吃饭。哎，红红火火给您加下汤来。给您加下汤来。哎，碰了吧？啊，没事。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啊，没事没事。你现在感觉不到疼，你赶紧摸耳垂，摸耳垂能好点，能降温。你赶紧摸耳垂。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我要不让冰块给你拿点服务员过来。说呀。说呀。你先说。你先说。说出来。说出来。说呀。说呀。说呀，说呀，说实话。我喜欢你。他俩同时说的。咱俩算平手。那你愿意？我愿意。那你可以？我可以。你可以什么呀？我什么都可以。什么时候能吃他俩的喜酒？那吃喜酒总得先结个婚吧？结婚？那也就是说，真正的战争才刚刚开始。主公，干嘛呀？主公，你且稍坐，待微臣为你打出一片江山，看我给你拨出一个未来。至尊宝，击鼓助阵。关月姑娘，你我虽一见如故，但无奈各为其主，得罪了。请吃饭。婉月，你是希望他们二人白头偕老的，对吧？那是自然，所以有些事情要先说在前头。同意。张小婉，哎，我且问你，以后袜子谁洗？我洗。不可。左凌峰，以后地板谁拖？我拖。不可。张小婉，
以后一周我跟我主林峰可以喝几次酒？看他喝完酒后几点回家？十点之前。太早了，太早了，菜还没上齐呢。张小婉，我再问你，吵架谁先道歉？谁错谁道歉。左凌峰吵完架第二天要不要哄人呢？吵架就不能过夜的呀。那他做不到的事情能不能别随便承诺？你在说什么呀？他能不能每次吵架别总玩失踪？别闹了，咱吃饭吧。坐，这事儿跟你俩没关系。他能不能别总是把分手挂在嘴边？他能不能吵架的时候别只讲道理？他能不能别总是敷衍我？他能不能别总是否定我？谁会否定你啊？你没经历过，你根本就不懂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经历过？你了解我吗？那你了解我吗？你让我了解了解了。怎么了解？谈恋爱吗？来呀，谈呀。来呀，谁怕谁呀？谁先说呀？谁先说谁就输了。我喜欢你。